上面也没有眼儿。哇塞，也够大了，这个能不能炒一盘？腿小的话一口都塞不进去，带着了。这个洞打得挺深哦，应该里边有东西。哎，螃蟹在这儿。嘿呦，这么厉害这个螃蟹，出来了。哇塞，在这儿，就这么点小螃蟹。那整条龙也拱进去了，太小了，这个打洞可能不行，不要了吧。这家伙没事在溜达，这就是他爬行的轨迹，壳正在外边。出来吧，有水的地方一定要给它洗一洗啊，洗完之后他那家伙那叫一个白。哎，过了。这家伙就怕水了，一拖就没法捏了，拖的水分都出来了，下次不洗了。这也是一条，应该是刚退潮的原因，基本上都在水边上。要是退潮时间长的话，它都卧沙里边去了。哎呀，这个还挺好的啊，刚才那个大的还不如这个小，也带着。这个海星有点发育不良，能看清楚吧？颜色不对啊，有点特别浅，应该是没吃好。海星基本上是深海的，能上岸边的话，都是应该这两天刮风的原因。没有大风的话，没有这么多海星。好了，咱们今天。